增加14.4%射速，哎，好像不错。你们有没有卖弹夹？我想要买弹夹。哎，你武器捕获的也太快了吧！有没有装备商人这区？好像没有。没有。那你现在要去哪里？阿静，你现在要去哪里？我去邮局一下。邮局？你回基地啊？啊？你回基地啊？我要升级东西啊。这么远？就快速移动啊。这么远，这么远，那我要干嘛？那我去邮局，然后那个调校准我的装备好了，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叫。都没有24小时的披萨，不然为什么这阵子很喜欢吃披萨？组合的火力配件这件事要在哪里用？那个装、啊、在那个上面的武器啊，或者装备上。装武器上。嗯，你在啊？你是用手把玩还是电脑？我是用手把。你用手把跟我一样哎、欸，你用 P 四手把吗？对啊 ，P 四手把。耶、yeah, ，那你 P 四手把就是在武器上面按方方就可以装备啊。哦，了解。装备上面按方也可以。按配件嘛，对。嗯，配件在可以增加一些基本能力。哎、欸、哎，进、欸、入武器里面以后，哦，我找到了，在上。对，嗯。哎、欸，等一下，为什么行动邮局这么暗啊？哎、欸，配件商人的桌子不见了、欸。哎、欸，有了，出现了。我想买弹夹，有没有卖好一点弹夹？强力弹簧弹夹，化级伤害免激发射击。哎、欸，真的假的？这个弹夹可以让我的武器 DPS 到80000多哎、欸、，Really？ 哪一个？我刚买的在哪里？哎、欸，这个吗？强力弹簧弹夹吗？哎、欸，被骗了。被骗了？为什么？是副武器吗？高速弹夹？咦？哎、欸，为什么啊？你这家伙有点过分啊！白痴哦、喔，他没有算取代啊！你这样，天哪、啊！情人节快乐！这家伙骗我哎、欸！我靠，太过分了！哦，可以做一把金色的小枪哎、欸！对，我也是。可是我实在是不想说，我实在是不想把零件浪费在金色的小枪。金色的对吧、啊？小枪上。我可以做一把紫色的突击步枪哎、欸！我想做、哦。先不要做，只装都用打的，相信我。哦，好吧。不要做，进阶武器商人有卖那个哎、欸。那你以后要做精装的时候，你会没材料。配砍，怕砍。哎、欸，他有卖一把 DPS 52000的金枪哎、欸，可是要四十八万，太贵了吧。48太贵了，我看才10万哎、欸，疯了！我去尿尿，我去尿尿一下。I need more customers like you。藏弹夹。我 DPS 终于破80000了。好猛啊！嗯。我想一把好一点的紫色的狙击枪，这把狙击弱弱的。
我打不到紫色巨像，我直接不拿了。知道我箱子里面有没有去找到？箱子，箱子。突击步枪、轻机枪、散弹冲，哎、欸，冲锋枪。我选了突击步枪，突击步。这鬼东西太粘牙了。没有哎、欸，有了，有128，可是好低哦、喔。彩片。哎、欸。这些可以拿出来了吧？我把绿装都拿去卖。狙击步枪哎，可是我、啊、靠，等级五，一次到居然。嗯，现在我的储藏箱里面都放了一些垃圾。阿水，嗯？你任务解完了吗？等一下。哎、欸，装错了。拆卸武器啊，算了，直接卖掉好了。都是装这些绿色的，没什么用的。Nobody's gonna give you a better deal。哎，小麦还可以赚个几千块。人家金枪我实在是。买不下去、欸。猎枪 M44， 好哎、欸，赶快、欸，我要去打一把。打一把什么？紫色狙击。我也想要打。希望打。我也想要刷紫装、嗯。那打最后一关吗？没有啊，就是一样。我们在这一区解的任务都有机会掉。哦、oh. ，所以不用特别去。DPS 八万，可是如果把其他东西装火力的话，可以超过哎。可是我是有点担心，血太少。为什么武器商人啊，只卖紫色？暴击几率17%爆头伤害，17%爆头伤害，这个好像不错哎、欸。先去校准好了。校准不是直接强化装备吗？那、欸、等一下校准好贵啊、喔，算了，我先不要浪费钱。对啊，那你都还没有刷到你想要的装备了，你这么快就在校准？好吧，等金装的时候再弄。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这样想，有道理。好、oh. ，外观物品商人，哎、欸，虎纹哎、欸，新的、哦，更新了吧？当然要买啊。什么东西？什么商人更新了？就是不是那个喷漆？我来喷喷看。嗯。你说在哪里买啊？在外观商人那边。外观商人在哪里？哎、欸，他根本看不出来啊，太暗了。进来左转了、啊，进来右转，然后直走到底。可是你要先开那个，你要先有开出来。防卫支部吗？嗯。采购小队，警犬大队，到底哦。补给线。哦，有啊，我有开。虎纹都没办法预，就是先看哎、欸。嗯，哎、欸，很丑、哦，我先跟你讲，不是啊，因为太暗了，所以根本看不出来。建议不要买、啊。也是可以啊，多增加一些神奇什么的，但是算了，我先去尿尿好了。What do you want to see？ 奖励供应商没给东西哎、欸，你们当机那么多次，不给不补偿个什么吗 ？No big deal。够了吗？你先去啊，我传你。我不知道打什么啊，我三十等哎、欸。打那个啊，你把那区的支线解掉啊，就可以帮凯。解完了。那区支线解完了。那他的前一区嘞？那区支线这么少啊？那你把他的前一区，就是他的下面那区的解掉。
这个红是新的。嗯？对。我们就要再抽一把。他今天送很多快充。有吗？你他你他的下面那区，我看一下你的地图，我看得到吗？对啊，你他的下面那区还有补给空投、莫里山。那这是快满级了吗？莫里山解完以后，在下面还有那个寻人任务啊，那个基普斯万斯的食物补给那个。校准。特别装备商人没卖东西。什么是特别装备商人？可是又被买完吗？还是？喂，卫星通讯，喂。现金在嘞。现在等那个、啊，等阿进传过去那个任务，然后我们再传他。什么任务？任务解完了。不，他的下面那区啊。我标你看得到吗？这个任务。下面哪区？啊？补给空投啊，莫里山食物补给品。You gotta go where the food is, you know? I guess that's why the LMB is going after that supply truck. Maybe they don't need to go there. But that don't mean they can take ours. Especially not if you do something about it. 啊，这个啊，没有啊，没有。对啊，可以解一下。哦。欸，这里有卖金装欸，可是这是这个东西是什？欸，你们那个老鹰那个东西是什么？什么那个啊？就是有一个老鹰的那个，哪里有卖金装？有观众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地方有，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欸。你在哪里？我在特别装备商人这里，然后他有用一个老鹰的钱币，然后我只有80个，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比那个啦，我知道。我怎样关台词啊？那个每日解每日跟那个才会有的。哦，解每日才会有。好像是你今天每日解了没？没有、啊，我每日还没解啊。然后十二点带凯洛打副本啊，带凯洛打，哎、欸，对，带凯洛打解打每日，然后顺便带他打每日会不会有？有啊，会不会有经验？可以打、啊、有一个要打挑战的，我还没打、欸。有三个，你要先打哪一个？百老汇。有三个啊。我刚飞到二轮戏院，又要飞中央车站、百老汇还是来新顿活动中心？我的每日是这三个。我们每日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好，那你要先打哪一个？天打！我看我暗区，我怎么还有朋友在暗区里面？是我朋友。友军欸，我看到囧哥在里面。多多他们都在里面啊。多多欸、天哪！他们现在暗区整天啊。我们进去把他们杀掉。我觉得我们被他们杀。哈哈，你要去哪一个？先去中央车站好了，比较近。好，中央车站 go。欸，来新顿，来新顿这个时候打挑战欸，你们有打过挑战吗？挑战不是很难吗？不知道，没打过，一场都没打过。欸，你现在打就对了，管他。有点想打打看，挑战好像也会掉纸装。凤凰点数，我觉得现在打好像都会掉纸装吧。只能打困难哦，我没记错的话，他对对对，我知道只能打，而且小兵就全部都是紫色的、哦。对，他的条件是紫色。凯洛，你会打史上最硬的怪啊！好，来吧。你会完全没有伤害。还没有最硬，挑战才更硬。挑战，我记得他每一只的护甲都有快10格吧。嗯，白色的那个。要走了吗？走、哦。你重设有设困难吗？对他设定困难。哎，凯洛，我刚才带你打这个关，你记得吗？哦，是我们一开始刚打的时候的那一关吗？啊，那他就没经验了。不是不是，可是这是每日的，我不知道，我困难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会不会。他没有每日，30的才有每日任务。哦，这可是是困难的，我不知道困难他会不会有经验。看下啊，看。看起来没有哎、欸，我看每日任务奖励只有点数跟。大家看啊，大家看，不知道。啊，好痛好痛好痛！天哪、啊，冲出来了、欸。看来总算有点好玩的。像这种的我就想用狙击打了，我没有好的狙击。这钞票可以两击，我要挂喽！咦、欸，美子弹。
像还是可以勉强站着啊，不太行。不行啊，这已经没办法站着了。哇呜！哎、欸，我要捡完每日才能吃，你们先吃没关系。当然、啊，你们先吃啊，不要管我。不要管我，都不要管我，都不要管我。自己来，当自己家。要把你东西吃光。谁在工作室？啊？谁在工作室？有贴口跟叶跟还那个瓜。哎呦我呀，哎呦我呀，哎。好痛，可以自己去啊。Help me！ 如果是点的可乐的话，我们冰箱可以补啊。我靠，他们跑到这里来了。对啊，我晕住了，赶快打，赶快打，先把前面的身上。有人在偷瞄我。你真的是困难了，天哪！我今天自己打这个也死了一两。你自己一个人打太困难了吧？还好，还 hold 得住，就是怪比较少，但是硬度差不多。哦，那我中弹了，救他！你在哪里？是我在刚刚前面走不地下来的地方。打、啊、这个有点浪费弹药，就是浪费弹药，就是超级耗弹药的。所以你需要我的那个啊？没错。等一下，我在救人，我在救人。哎，看。一只的经验277，凯龙，你现在升级要几？要多少经验？没有，我看到经验值跟你好像不一样，我看到300多哎，300多，更多了，我看到304吧。那你升级大概要多少经验？要多少？我想想，刚好现在没有。现在怎样？没关系啊，等一下再看，因为我想知道打这个你大概可以升，要不然就是你现在这个任务是，你现在几等？哦、对，要个是百千万，我现在18万，18万经验啊，所以只要杀6000只就可以了。好，算了吧，我可以当你没问，会有两只冲上来啊，算错了，好像是600只。啊，因为我现在是20等，已经过半，所以应该300多只都可以升的、嗯。好，超过了，太多只了，忘记这是困难，忘记我们4个人。补给点。Patching into GTF transmission。会有闪弹冲上来啊！好。哇！耶、yeah, ，有扫描就对了。我被卡住哎、欸，什么东西卡我？勉强能够站着打，勉强。现在已经可以吃了。No！耶、yeah, ，他们混乱了，是一群87。哎、欸，铁道上有2只哦。换子弹，你等一下。好，好了。没了。三个每日可能是半小时吧。亚布，
好啊。不行啊。也没关系啊。有45连发的超坏的。你有没有看到世界啤酒在吵架？啊哈哈！啊哈！你打左边，我打右边，这边有没有人上？怎么样？然后看什么？那个男彩蛋在乱射，哎，吓死我了！他如果找到我，应该会直接爆掉吧？